针对效能级绘图卡市场 ，Inno 3D 或 GeForce GTX 560 Ti 绘图卡推出采用双风扇设计嘅超频版本，型号为 GF GTX 560 Ti OC， 绘图核心时密如此超频，并采用内建三条 HiPi 热导管嘅双风扇散热器，藉此提升绘图卡效能表现。呢片绘图卡采用公版 PCB 设计，采用4+1双供电以及全固态电容用料。绘图核心为 GF114400A1， 内建384个 CUDA cores， 而核心时密预设超频至880MHz。记忆体方面，绘图卡搭载白火 Samsung 0.4NS GDDR5 记忆体火粒，记忆体界面为 256bit， 容量为 1024MB， 记忆体时密亦超频至 DDR4100MHz， 藉此进一步将 GeForce GTX 560 Ti 绘图卡的效能提升。输出方面，绘图卡提供两个 Dual Link DVI和一个 mini HDMI 输出端子，其中两个 Dual Link DVI 更采用镀金设计，加强了抗氧化的能力。绘图卡的另一个卖点在于采用双风扇散热器，散热器设有两把 8cm 风扇，直接吹向两组以三条 HiPi 热导管连贯的累散热面，而且三条 HiPi 直接接触绘图核心，进一步加快核心散热传导，藉此提升绘图卡散热效能。